Get it？ 加姐，各位同亲，大家好，足辛苦吼，袂安尼。那我会参差啦，吼，参差咱。我想今天大家都蛮辛苦的，从早上，昨天晚上不是我说从早上啊六点就跟大家吵醒了，对不对？啊，就一直到现在，啊。所以我想这一堂课了，我就把个案先讲，把一些判例啊违背会计啊准则没有遵循的案子先讲，这样大家可能会比较有兴趣。那所以我们在以往啊都是先介绍会计制度，然后再讲内部控制，然后再讲它的没有遵循会计制度的一些案子，发生的案子给大家参考。那所以我们今天呢、啊，把它案例先讲了。但是要讲课之前，啊，大部分应当都是第一次啊，见面或是第二次，如果有去高雄的话啦，那可能是啊第二次。啊，如果在上啊几个月前有在义里的话啦，那可能就是第二次了。要不然大部分呢 啊都是可能大家不了解我，也不太认识了哈。那我想如果要认识我了很方便了，为什么我跟大家这样讲，你把在 Google 里面啊上 Google 去找啊，现在年轻人如果有到啊有带那个手提电脑的话，你就去在 Google 里面就拿出来，你打进去啊，就是张文燕，或是雅虎啊，你打张文燕，可能会找到我了。啊，如果要正确一点的话，你打张文燕教授，一定会找到我了。所以我只告诉各位，要了解我的那么学经历。啊，可以看到啊我的资料。那今天呢、啊，跟大家来探讨的问题啦，刚刚讲了哈，原来我以前的上课把未遵循会计制度的案例啦，是摆在最后啊，现在啦提出来。啊，排在下午了，可能会大家会比较想睡觉了，或是说啊没有兴趣，因为这个会计制度啊也比较
枯燥无味的。所以先看现在了，我们来先看这个判例633，大家清楚嘛？633呐，这个是流亡政府啊，真闹鬼的代志啦！安尼大家唔知知影无？很肉气的。为什么流亡政府？流亡政府外交部说，我们要用外交豁免权，有没有？美国说你这不是一个国家，你是管理当局还是什么豁免权？抓起来，手铐铐的，上他们的监狱，他们来还在讲说，我们来认罪协商，钱付付了，钱赔了以后，赶快要回到台湾来。他说不给你认罪协商，如果认罪协商的话，还是先上监狱去关，再来谈。我们看，来看这个说明。事实上啊，在台湾不是真正法治国家，像这个案例啦，可能私下解决，钱赔赔都没有事了嘛，对不对？事实上，在美国的法律制度里面呢，是不可能的。大家可以看，把事先的过程把它列出来。这个过程大家有没有看到？靠手铐，穿球衣，还有上什么？这个脚环呐，这个脚，这有没有脚链？有没有？一个处长有在国外居住的，请举手一下，好不好？在国外住过的，有没有到那个办事处去啊？有没有到我们政府派的办事处到过？那个就是总领事了，照一个国家的一个规定啊，如果有邦交是总领事，总领事的总领事啊，要派出去之前，都要跟总统照相才出去了。因为我在国外待了十几年，那个时候常常也到总领事那边去因为总领事我们去都会请他请我们进来到总领事办公室在那边坐我们看都很清楚，总领事有的后面都挂的跟总统照相的，有的桌上都还摆一个跟总统照相的，所以我们很清楚说，因为换了几个总领事，他们都会当初在侨界都会请我们去他的官邸跟他的办公室来接见我们。所以很清楚，总领事相当的大，所以这个流亡政府出这个丑子，他说是一个政府。事实上，美国认为你并不是政府，是我。美国是本身我们讲了差不多快要结清的一半之前，大家都知道了，
美国占领嘛，我们的地位是什么？天皇有所有权嘛，那这个大家都清楚嘛，对不对？那就美国他们，所以说了，他们并不是政府，他就把它扣起来，就是来办了。那么这个图案大家应当蛮了解了哈。那么我们再来看，没有遵循会计制度的跟内部控制，这个是一个很完整的案子。他聘请的时候，他写的是1240块，付的时候啦，他只付多少？付400块。谁付的？流亡政府的处长，他起码一个办事处差不多有国内就是台湾派到国外的起码的编制啦，多少都有6个人以上，每一个人他们都有专门的业务，一定会有会计的。那么为什么不由会计单位来到会计单位来领钱？这个钱一定是交给处长，处长自己领走了，自己再给什么费用？这个就是这个会计制度没有遵守嘛。这个就是内部控制也没有做好嘛。事实上费用照正常的要聘的话，这个文要发出去也要报回外交部。那外交部在支付的时候这个会计的人员要去付，他不付，他自己拿了一定跟这些职员讲说，一定跟这些职员讲说钱给我，我来自己付他才有这样的机会嘛。所以说这个是违背的大家很清楚了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在那边关了2多月，回到台湾来了，应当也是犯法的，但是到这边好像我们这边的信息都没有了，可能说不定也在外交部上班了，说不定也办退休还不一定的，所以都是官官相护嘛。事实上这个是蛮严重的，还要判刑呢。如果是实质是这样的话，应当就要判刑了，在我们国内的话也要判刑的。好了，我想我们这个例子啦就讲到这个地方，我们再来看一个那个个案哈，那个林百里大家清楚吗哈，是一个企业界的龙头嘛哈，也是领袖了，也企业界都蛮著名的就是电脑这方面哈，他给秘书啦，他的秘书在那边工作8年，那伪造
来这边呢，他说啊，就是交际会跟公关会啊，交给啊他的秘书去处理。这个违反了什么？大家思考这个问题。这个是内部控制，不能这样。哪些费用？因为这个交际会如果要买礼品的话，买礼品的话也要采购单位去买啊，怎么会钱交给秘书啊？啊，有的公关会的话啦，应当也要由公关部门的人员去处理的了，怎么都会啊有一个人。那再来这些问题啦，我们再看。主要啦就是他的先生啊，我们来看看啊，带签字啦，带啊那个董事长的签字啦，啊把这些钱呢、啊、那么提走啊，那么他的那个金额上啦、啊、我们可以看他的金额上啦、啊，向公司诈领了多少？8300多万。那我们就啊很清楚了，我们就很清楚，如果真正的会计制度跟内部控制制度做得很好的啊遵守，可能这些都会避免掉。稍微不遵守啊，承办人员放松，那问题就啊出来了。啊，我们再来看看，那个这个是我们从网络上啊都去啊报道上啊去抓的啊，给大家啊来看。我想这个例子啦，我们也讲到这个地方，我们再来看下面的例子。台塑是不是一个管理很完善的啊公司？我们也认为台塑很完善，但是往往啊一些小细节上没有留意的，好像就是整个制度上的啊忽略掉了啊，就会有问题的。我为什么讲说啊，台塑了，我也补充一下，台塑为什么在管理上也是蛮完善的。我当时在国立学校当主任的时候，我邀请台塑总经理管理室啊杨兆麟主任来做专题演讲。他来跟我们演讲，一来带四个人，我们只请他，他来四个，还带了一份说，这个是我们董事长在送外宾的一个，等于是公事带了哈，公事包啊来送我。我们感谢说、哦、我请你台寿司，当时候是一流的，
来演讲又带四个一起来，四个来告诉我们这些学生，又送董事长送给外宾的公司包来，所以我都蛮感激的。到后来我才知道，他最后因为他带的，因为我当初是气管科系的主任嘛，他带来的这个管财管的，这个管行销的，这个管生管的，再来管人事单位的，一个一个在那边发表。最后我送他们走的时候，他说感谢我们培养他的员工啊。那这样大家知道吗？这种情形，我告诉你，就是这一点啊。如果你们当以后未来当我们的官员的话，你一定要思考这个问题。你的服务方面，你在规划方面都要考量人民的心声，人民要什么，我们要应当一定要怎么样去想这个问题，要把它做好。我也当初也是，为什么他们这么讲？因为当时我在国立学校培养是中等的人才，他要用的也是国立学校的学生啊，所以他这样讲，我才体会到，一个成功的企业的经营者的干部啊，他想的是什么？我打电话去邀约演讲，马上一口就同意。有的说我这个是上市公司的总经理室的主任，他我没有随便到外面去演讲的，有的可能是有这种摆架子的情形，也有可能啊。那他讲出了他的心声，他说我带来也讲以后，这些可能都是我们的干部，我自己在培训我们的干部。这种讲法就心情跟做事就不太一样了。所以我们民政府跟流亡政府不相同的地方就是这样，每一个民政府的成员一定要思考这个问题跟观念这个也要拜托大家一起打拼。好了，我们因为这个是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他们这个报价上的问题了哈。因为主要这个不是内部查出来的，是被我们那个洗钱中心资金异动有异常所查出了我在这个地方再来介绍说，有没有到银行汇钱过的请举手好吗？好好，要不要用身份证啊？不用哦。那可能我是碰到要去换汇3万块，他就要我出示怎么样
证件，对不对？啊，出证件，啊，我拿一张给大家。我到台湾银行南门分行，我说要证件哦，那我说什么证件呢？他说什么都可以啊。好，我拿这一张。啊，看一看，这个是不是证件？对呀，啊，他就又到这个是在台北南昌分行台银行，我又到永康台银行，也要拿证件呐、啊，一共身份证有没有借我们看看？我拿这一张，他、啊、也。通过怎么会不行呢？我到永康邮局啦，因为我时常现在年纪比较大了，也都有的都退掉了，一般在流亡政府的一些中央单位啊，我。正常一个月差不多有一两个审查案件的，他们都会寄快捷的那个邮包里面附的一些审查的资料一大堆到邮局去，啊去领，他也要我的身份证的一些号码，我拿来了写一写。台南网寮邮局、永康网寮邮局也用这个，用这个100%正确了，没有问题了。大家要有信心的。所以。后来啊，我拿我们的宣传品给他们，他们邮局拿去再看，这个他们说真的有这些事哦，所以现在几乎那个窗口我到过的窗口，他都蛮清楚了。好，我们再来想下一个。因为他这个违背了什么？就是在同一个公司，哈、哦，他的太太跟他在同一个公司，哈、哦，啊，这个有的单位啊，是那个不许可的啊，这个钱是发现汇来汇去啊，金额也蛮大的，所以现在啊，要汇钱都要有。要拿要有身份证的证明。我们再看这个例子，这个是什么？大家看一下，雇员侵占公款，教育部仅讨回3万，2600多万的公款。只有讨回3万，为什么流亡政府啊出事了？上面的主管好像没有事呢。哦，这个是他犯错了，他要处理。辞职而已啊，上面的主管都没有连带责任，我认为这个也是不对的。会计单位的部门的主管应当都要连带负责的，
第一个，他内部控制不好嘛。如果你内部控制好，哪里会有侵占公款的可能吗？不可能嘛。啊，这个就是要告诉各位，为什么我们会计制度跟内部控制啊，这个课程是也相当重要了。啊，每一位同心，每一位都要啊知道。好，啊，我们再看下面的啊这个案例。那个红十字会啦，我当学生的时候啦，也都买过圆圆的，把一个十字挂在这边说，哦，我是爱国，小学生的时候啦，啊，你们买过吗？啊，对，圆圆的。他那时候还可以贴的呢，啊，贴在这边表示。所以呀，啊，我们来看看他，啊，来看看他是怎么样。这个有的都是善款，重大灾害人家做专款的。我们来看看。啊，因为有日本朋友来了，他很感谢台湾在他们啊祖纳米的时代啊的时候啦，我们捐助了很多，他们蛮感谢的。但是我想把这个要翻成日文给他们看看，就红十字会啊，他是什么暗港？大家闽南话暗港大家知道吗？这个就是怎么样？这个就是暗港了。哎，善款呢？人家善心捐的款，你要把赶快要分发出去，要给人家，他不是留起来做什么？65.7%都还没有跟人家处理，啊，灾民。啊，都没有办法及时的得到这些资料，啊，这个也不是我啊伪造的，这个都是报道上的资料收集来的。我们再来看看这些问题。审计部啦，审计部啦，是等于是我们国家的啊会计查账的最终的审查单位。他说查账啊以后啦，他说未来5年。啊，常在高峰。那我们来看看这些恶化的情形。我们财政恶化了，那么我们前啊，我们啊，前瞻性的一些啊。负债了近15兆，那我们一年要增加了2兆，这个都是未来我们的年轻朋友要付的，有没有严重啊？真的是，啊，我们再来看看那个
行政院的主计处啊，这个主计处长也是蛮大的嘞。他啊，中央不降啊，找地方开刀，那他又啊，自入行销啊，自入性的行销，来，我们开违法的后门。啊，马英九他自己都讲说，依法行政嘛，他的口头禅都依法行政。事实上啊，我们如果依法行政的话啦，那个不是法律所定的啦，在编预算的时候啦，主计单位就不能通过了，也根本不要送到立法院去。所以我们现在财务这么糟糕，就是指行政单位要花的啊，尽量把它编一编啊，就送到啊立法院啊，有的就是要编预算之前啊，立法院大部分要砍多少啊？砍10%，砍15%，他自己在灌水。原来要编100块的，他编120块，他就要给你立法院去砍啊，几乎这样。所以我们民政府的啊，来成立那个公民法案啊，在。大家红的那一本来翻翻看，29条。啊，大家翻翻看，29条。29条告诉我们，我们在编预算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什么？大家看到了没有？而29条，看到了没有？要考虑什么？在下面，那是编审的原则，是先定出来告诉大家。我们是要给大家知道，你要编的时候，一定要有没有？大家有没有重点？有没有找到？是什么？大家把它讲出来。本利比要多少？那个，我们编预算啊，一定按照本益比的大小排列下来。如果小于一的，根本就不必要执行嘛。那这样大家清楚了嘛？哈，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跟这个流亡政府的主计单位啦，根本没有考虑有大。啊，各单位编来了以后就怎么样？啊，凑一凑就送啊那个立法院了。好了，这样大家清楚了嘛？哈，好，那我们再在 PowerPoint 里面就可以看出来了。你看，亲民党跟国民党是不是一伙的？他亲民党的啊，党团说了，无法相信主计总是会做出这么样啊荒谬的事情。啊，
这个只要是，这个只要是什么？大家清楚嘛？哈，能够了解嘛？哈。那好了，我们再来。啊，我们再来。百年国庆的经费，审计部收一笔浮屠账，有没有？啊，这个就是什么？他已经都知道了啦，被招了啦，啊，所以说有机会啊，尽量。啊，歪歪，你看，台北市的办一个啊比赛，用租的还比买的还要贵。如果是我们民政府在执政的话，承办人都抓出去枪毙了，这个是因为我们大家都清楚嘛，哈，贪污就是什么？枪毙。所以流亡政府没有事，边边，哎。买新的反而便宜，租的反而贵很多啊！这个也不是我在讲的，大家都在报纸看到嘛，哈，所以很清楚了哈，大家都很清楚。好，那个梦想家表演2个晚上，2亿3000万。到现在还没有判刑，到现在还没有判刑。哦，那么中央我们中央啦，在审计中央啦，花了多少？47亿。最说这些呀，我想以后我们执政都要算总账的话啦。这些单位后来盖章的这些人，自己要去负责啊。经济部事后都是金子，就是都准予支付了，就是把他这个案子解决了啊，规避采购法啊，这个不是。协助贪污吗？也等于是一个贪污啦、啊，不是真正贪污，这个也要鞭刑呐、啊，对不对？我们不是枪毙就是什么？鞭刑啊，大家都清楚了哈。我们民政府这一碗饭也不是很好吃的、哦。你愿意来，我们都很欢迎。你一定要照顾人民，一定要照顾人民。好、哦，我们要有心把以前的这些垃圾啦清掉。好了，我们再下来，这个也是蛮吓人的，哦，18%。哦，那当然，啊，这些问题啦，我们都可以很清楚哈，很清楚啊，了解了哈。这个事实上，这个没有法源的，下达命令的人跟有盖章的人，到时候要算总账，这个都要负责的。
这个啊，我想时间上的因素了，我想这个就给他来看看呢，啊，给大家看看就好了。我们回来再来讲，要讲会计制度了。那现在看看会计制度了，是要依照啊我们一般的公认会计原则。相关的法律的要求下来，制定机关的内部会计循环跟会计政策选择啊，用这些方法的选择，在不确定的情况、估计的情形下啊，来做正常的事了，这。的一个作为啦，那现在我们这个是定义啦，最主要大家一定要了解什么叫做一般的公认会计原则，法律跟法令大家清楚了嘛哈？大家应当对这个一般公认的原则不清楚了。商学院的学生一定要读。会计学，有人说是普通会计，再来有的还要读高会啊，或是中级会计，一般商学院起码要读的会计这一门都要。那么大家如果自己的啊，自己的。孩子或是自己的孙子，如果在大学读商学院的，你要叫来跟他问一问，回去啊，你们就会出考题了。你们问问他们说啊，你当父亲了，说哎，小孩来，我给你100块，你告诉我那个。啊，一般公认会计原则是什么？如果他很清楚的告诉你，你还可以再给他100块，他有用功了，他能够知道以后出去啊，在实务上就没有问题，不是死读书了，有的死读书啊，根本就。搞不清楚了，就背一背就忘掉了。我在这个地方要讲，再讲会计制度这边，我提一个实务上的问题给大家知道。我们一般在公司的账都交给会计师事务所去处理，会计师事务所最后要跟你报账的时候，都会跟你做调整。他为什么会给你做调整？他认为他的主要就是依照一般公认会计原则跟查账准则的规定，他跟你做调整。所以你的账给 A 会计师做，可能你的盈余赚100万。你给 B 会计师做相同的账哈，说不定他做出来的盈余只有70万。那大家知道是什么情况吗？啊，不是，会计师如果叫你逃税，那个会计师的执照要撤销了。要合理的怎么样报税，合理的节税，不能讲逃税了哈，逃税这个值得撤销的。来，主要问题是什么？这个就是公认会计原则。
如果我跟研究所的学生讲，跟大学部的学生讲，他们一定说，一定说，为什么参加国家考试的考题答案都一样有标准答案出来？我们期中考、期末考的考题的答案也都一样，这个就是这个问题。我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给大家，就很清楚了哈。好了，这家公司有的人会计师把费用 A 会计师他获利比较多的，好像说获利比较多的啦费用把它列到资产，因为借贷法则啦，要讲再近期一点，就是我们有借方贷方，因为在借方有资产项目还有跟费用项目的增加的部分都记在借方，贷方是负债、业主权益还有收益都记在贷方。这个法则啊，我常常跟我的学生讲，你们如果要拿诺贝尔奖，有没有办法把会计这个借贷法则再推翻，你创造一个法则来，一定诺贝尔奖，到现在不变。我是初三毕业的，又是高三毕业的，我现在七十几岁，那个时间上了，我们初三的话上部记，也就借贷法则啊，到现在都不变。那如果你能够推翻借贷法则，那你就去申请诺贝尔奖。这个是给大家思考了哈，就是说，我们也要创新啊，创意啊哈。那个像总统府的那个国旗不是车轮牌的国旗啊，他说创意嘛哈。那问题就在这个地方，有的人把费用当做资产做摊销，有的一笔就当费用开销出去了，有的一笔说我们这个是买的设备要当资产，还要分几年这个判断上的问题哈，我想也不要讲的太给大家稍微了解这种观念上就可以了来，我们再来。在会计法的规定一个会计制度一定要包括这六项，定一个会计制度一定要包括这六项。那么第一个是会计报告、会计科目、会计簿记那么还有会计凭证会计事务的处理程序跟内部那么审核的处理程序，这个就是会计的制度必须要有这项目这个没有关系，到时候我们再来一个一个再讲会计实力上会有一个一个再谈那我们再来介绍政府会计的制度一般到现在政府的会计制度一定要配合我们跟我们企业的会计制度相同
原理原则上都一样啊，现在比较有不同就是会计科目上了、啊，会计上科目上的不同，但是啊，政府的会计制度了、啊，主要在做什么？做预算管理的工具啊，预算管理的工具，推行政务跟控制资源，来设计一套啊处理的一些准则。那么，通常我们再来解释预算制度了、啊，要达到控制了，那么我们啊，政府机关的税入跟税出的目的，他现在就用跟我们私人公司又不一样了，他现在啦用什么税入？这是政府会计的一些科目上的。那我们说啊，这个就改为收入嘛，对不对？那一般公司公这个是收入啊，收入吧，啊，这个是什么支出啦、啊，支出嘛，啊，他不这样讲，他说啊税出，哦，这个啊一般会计跟政府会计 啊不相同的地方。那我们现在都可以看看，你看。这些都要相关的法令的规定啊，我们流亡政府行政最大行政单位主计处通过的送到立法院，你们要乖乖都要通过，就是这样吧，要不然怎么会有没有法源的都怎么样？18%啦，有一些没有法源都照准到都照付，那大家就清楚了。我可以这样讲哈、哦，那个流亡政府的会计这些的单位啊，都要判刑的。啊，这个，我为什么这么讲？你都应当，你知道会计都是要根据什么法律吧？啊，如果上面说啊，您这个就是按照这样做好了，到时候你要怎么自己保护自己啊？你要叫他下条子，下条子大家知道吗？我是你的部署嘛，你是我的长官嘛，长官说要啊拿这笔钱去付给啊哪些，啊说这个程序都没有做好，他也啊那你要叫我来付现金，内部控制度也不好，那怎么办啊？你来下条子，你说好了，这个长官要拿多少钱，拿长官签了字，到时候有问题说不是会计上的责任了。所以当会计单位出纳单位的人员一定要记住这个观念，在执政的时候你的长官说要用什么钱，当然可以用预支，等于是预支借支的，等于长官下条子嘛，他长官承办、或是说承办人员签一个啊预支借支的，那么拿到主官签了以后到出纳去领这些钱是可以的、哦、也有变通这种方式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啦，叫你出纳人员要去拿的话，他说要拿现金、这个一定要开支票支付的啊，你们为什么要付现金啊？这个就会有问题、叫主官下条子哦，这个是、跟大家说明的。现在就来介绍了一般公认会计的原则啊，企业个体啊，企业个体最主要这一点呢、啊，就是说公司的钱不是你老板的钱，一定要认清楚。
公司的钱就是公司的钱，我们政府的钱不是你管出纳人的钱，你金库里面所存的钱，银行那么所存的钱，账目上一定要一样，一定要一样。啊，现在啊，资讯电脑的那么发达，现在啊比较没有这么麻烦了。早期呀，如果有分公司，台北一家，新竹一家，台中一家，台南一家，高雄一家，要去查这个账啊，真的是很麻烦。所以有的就有查，专门在查五六家分公司的账，那总公司说啊，今天你去高雄分公司查一下账，就买了飞机票就到高雄了。一去，先问了哈，出纳人员说你的金库在哪里？哦，你金库在这边，写封条啊，先贴了，这样清楚吗？封金库的钱。先贴起来，封条封起来，再去看账。啊，你再去看账，他说有的金库放在里面，办公室在前面。啊，如果你不金库先封起来，到时候他从外面又补钱补进去了，这样清楚吗？所以封起来以后再看账啊，账对一对说，哦，你这边有150万。金库打开一清点说，哦，150万啊，这样很好啊。检查完毕，盖了章，又坐飞机回到台北来。以前很辛苦啊，现在不要这么辛苦了。现在怎么样？银行都可以跨行了嘛，大家都很清楚了。决定说说2点以前的交易。你要存到我们总公司的账上，因为一个公司只有一个账而已啊。哦，这个是高雄什么分行存入的，反正2天的账，每天都很清楚，就没有这种查账方法了。3点半那个整个账都出来了。我们现在还有网络那个银行的处理方式，所以说一按一按多少钱，总公司今年今天高雄昨天的到2点以前卖了多少钱，台南卖了多少，台中再来新竹台北都很清楚，这样很方便了，不是像以前了。这个是给大家一个观念，就是说，企业个体啊，企业的钱跟老板，你老板要用什么钱，你自己去花，那你不要凭证啊。你要用公司的钱，一定要按照这个程序来没有程序的不付钱这个叫做企业那么个体的假设的简单的解释了来。继续经营我常常问那个同学说你们毕业以后要做什么？他有时候我要去，我读气管系的我要去经营企业。好了问说你要经营哪一个企业？一般人会成立公司要经营，一定说你本身的老板说：“哎，我对这个最内行，我去做一定赚钱，是不是才会去成立一个公司？要不然你就诈骗集团了。成立公司在做诈骗，
啊，不是的话，你一定是这个原则说，这个公司我去做最赚钱，所以我去成立公司，所以这些都是什么？勇气经营的，勇气经营。我们一成立的时候买这些机器设备，啊，今年就花出去了，哎，啊，今年就亏大本。这样也不行啊，所以说我们说，哎，这个设备来分10年来摊，10年来摊，哦，每年摊不少，因为这个是勇气。有的这个设备当20年来摊，啊，这个哦要给大家知道哈，货币单位以后我们用正台币啦，价台票。我们当初用的台币，流亡政府一来说。这些都不能用了啦，啊，4万换一块，还记得不？大家清楚吗？像我们这个年龄，差不多会知道了。啊，如果年轻的都不清楚了，我要告诉大家，以后没有这个身份证的啦。要来40万换一块了，回去了，赶快亲戚朋友通知一下，赶快来办这一张，啊，办这一张，很好用，真的很好用。好，再来，我们看到币值不变。账记下去100块，1月份就100块。到月底的时候啊，年底的时候也100块。嗯，我下课的时间是半嘛哈，应当是半还是4点半，4点半。哦，4点半，好，谢谢。那么因为课程的调动哦，所以哈、哦、不太清楚哈，这样清楚嘛哈、哦？那我们赶快一下哈、哦，把它给大家知道一下哈、哦。为什么日本的会计年度是4月1号？为什么日本的会计年度是4月1号？我们是1月1号，我们大部分都是美国了。现在回来大部分都抄英国、美国的，所以大现在都是1月1号。啊，为什么日本特别是4月1号？他们的会计年度4月1号以前就这样了，所以当时天皇下诏书的时候。是1945年几号？4月1号嘛，他们换了会计年度了啊！你们就是永久不可分割的领土了。所以，中共的接班人习近平跑去日本，他说想要。请外务省安排要见天皇，外务省说啊，天皇，我们没有办法安排。再跟美国讲，请美国安排他要去见天皇，美国就跟他安排。见了天皇以后，跟天皇讲说，中国啦，现在经济比较好。我们想要来跟你谈买台湾了、啊，这样清楚吗？啊，天皇说，我们家族啊，没有在卖东西的了，一下就回去了。这一点就告诉大家说，为什么？
东京都市在今年四月份，美国国防部把他邀请去，他在国防部的地方发表什么？大家这个新闻很大，你发表什么？他说他也要买钓鱼台了，中央不做，他东京都来做了，买完了以后再给啊、他们日本政府了。大家想一想看，这个中共做这个举动啊，美国知道这件事啊，邀请东京都去，说不定美国就跟他讲好了，跟东京都讲好了，哎，人家要可以买台湾啊，啊，你们，我的思考是这样的，大家去想哦，讲啊，大家去想这个，很清楚，他怎么现在我们这边的那个报纸都什么，打台湾啊，要。台湾是美国，是占领的。美国啊，就是啊，只要占领全国呢，你敢打台湾，就等于跟美国宣战。去打什么？金门、马祖啦，天天打都一天啊没啊，说隔天对打哈，还是怎么打我不晓得。他是打他的领土嘛。那是你的领土啊，你们要打去打嘛。大家也要思考这个问题，他为什么不敢打台湾？第七千队在那边巡航啊，这个我们这边的怕的要死。我们老百姓说，报纸一说，哦，他要打台湾哦，用飞弹打台湾，他是什么？空炮弹，他没有爆炸，一爆炸的话，可能就跟美国宣战了。这样清楚吗？在这个国际法跟战争法的观念上，我们每一位同学都要有，不要被乌白转、乌白骗啊！大家好，惊到要死的，讲中国要打来。好了，这个重要性可能今天哦讲不完了哦。可以档案哈、哦，有的有随身碟的啦，或是什么的，我们请我们同仁，你要的话哈、哦，去那边去要哈、哦、啊，我们把它重要性，我想这个就不再做例子解释了哈、哦。那第七项，刚刚大家有叫大家看《权利公民法案》了哈、哦，我们所以说我们也。只要在这个地方，我们跟流亡政府所不同的，哦一本比小一的不得执行，哦，但是也有例外啦，哦这个也有例外，但是要专案了哈、哦。后来在行业北、行业北了，就是说。有的夏天生产的，有的冬天生产的类似不同的，他们的计算方法也不同了这个叫做现金收入制度。那么一般这两个制度了，大家要了解一下。往往有的机关单位会说，我们今年赚了多少钱。他就用什么？用现金收付制度。今年台糖大卖土地，哦，他今年大赚钱嘛。他们的总经理、董事长说，哦，要分红啊，对不对？赚钱业绩好嘛。事实上，他把土地卖了。他如果用现金收付制度的话呢，今年都收了。收了很多钱，这样可以不可以啊？
也不行嘛，对不对？哦，啊，类似这个观念给大家。所谓现金收付，今年收的、今年付的，剩下的都是赚的，这个制度不行。那我们再来，权责发生制度了，这个就是说，台糖说我们要我们的制糖的这个制糖厂全部翻新，重新买机器重新建造原来一个月生产100万吨的，现在换新可以生产500万吨。我们要花了2、3亿来买，好了，买了。那今年花了假设是3亿，那台糖今年就赔钱了嘛，对不对？如果用现金收付制度，他就赔钱了嘛，这样可以不可以啊？因为这样也不可以啊。他说我这个新的厂可以生产50年都不变，这个机器最新的，可以工作50年。你这个2亿要来摊50年呐、啊？这样清楚吗？这个叫做什么？权责发生制度啦，常常如果要唬人家的话啦，有的用那个制度跟你做报告，有的用那个制度来跟你做报告，你没有问你是采用哪一个制度做的，先问清楚。有人说我们健保亏了几百亿。那个马英九的欠款都没有交回啊，当然是欠。这个就是他用收付制度啊，有的这个应当，这个没有收回，也要去怎么样？要去追回。这个是你健保的负债，你没有办法追回，是你的事。老百姓，好像我们的法律，好像都是。因为以前所定的法律呢，都是因为都是官制的就是管老百姓的，所以我们要朝着美国的方向。美国是什么？有人民才有政府啦，不是有政府才有人民的，这些观念都要改变。执政的时候，人民摆第一这个那。好了，这个我讲，这个讲完，我们就这个就是要告诉一个观念。我也在感谢台南市政府赖清德市长。我看的，他说台南市在淹水啊。他说："如果中央不补助拨下来的钱，他要向银行贷款，把这个淹水解决。”哎，我因为要来这边都要上高速公路。他一个新的观念，如果他再挖一个排水池啦，以前教我们说，哎，那个。以前我们是读那个地理嘛，哈，中国的地理说洞庭湖在做什么？对呀，他在我们在仁德要上高速公路那边，他在挖一个大池，这个就是什么？没有钱嘛，没有钱什么？市政府担保付钱。钱先拿，先工程先做，对人民有益的事先做。所以，我在这边，因为我现在住在台南，也蛮感谢，本土的执政的单位多少有考量
人民的痛苦。那个台风一来，淹水了，一连两三次清理好了，一两个礼拜又来了。所以我们未来还是人民版摆在第一啊，谢谢各位，我们到这边结束，谢谢。请起立。今天休困十分钟。